了木梳镜子，木梳镜子镜子木梳镜子嘛镜子镜子嘛在马车架一上还盛了一包红糖。哎，哥哥，西洋芷可曾买到啊？哦，芷有有。来，妹妹，你看。哥哥啊！啊！来，你坐下，把鞋子脱下来，让妹妹给你量个尺寸大小。哦、哎，不用量，大小都能穿。随便走上都中，那怎么能是的呀？妹妹，大小都能穿，随便走上都行。你给我来吧。麻烦受累，哥哥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。哥哥呀，叫哥哥，你
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